哎，新好，我是金公公。这个我们火车站这里看到电梯楼，哇，超暖的，阳光超级好，超暖。这个火车站这么大的窗口，这窗也很漂亮，空调是在这里有呢，是啊，这个有哦，卫生间哦，就是卫生间可以呢，有通风好，很干净的。马桶、洗脸台、卫生间就很好。咱们这样逛起来，这广东洗衣机，这个属于七楼的，可以。电磁炉灶在七楼，卫生房间里面就看到书桌在这里，这样看到了吗？但衣柜在这里，这里是冰箱，微波炉没有呢，可是鞋柜这样，鞋柜再有。密码锁前面就是电梯，密码锁这样进来，这不错的房子，真的不错的，很亮亮的，整天有阳光，叫金公公。